能帮助治疗疾病的水，我们称为奇迹之水。实地走访 T-Lakt 这个地区，调查分析当地的水质报告。在离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北方约300公里处，有一人口约85000人的小镇，地名为 T-Lakt。大约14年前，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。Jesus Chen 先生长期以来的腰痛带给他很大的困扰。自从来到这里居住后，腰痛的症状减缓，最后完全不见了。同样的情形，居住在农庄的其他居民也都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。而这种获得改善的情形发生时，刚好是他们自行挖井取得饮用水之时。对于饮用水能够把病治好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国，甚至全世界。顿时宁静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，平均一天就有好几千人为了取水来到这个小镇。到目前为止，来访这个小镇的人已经超过800万人，大家都来体验奇迹的水。很多喝过水的人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表现出来的奇迹。这个奇迹就是喝了这个水之后，腰痛、糖尿病、过敏、皮肤炎、鼻干等等各种各样的病症都获得了良好的改善，对于艾滋病、癌症等较难治愈的疾病也有很好的效果。曾为 HIV 阳性的患者，前 NBA 篮球明星魔术强生，为了找寻奇迹之水专门来到这个小镇。只要喝水就能把病治好，这就是小镇上的奇迹之水。这个小镇上的水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1993年，在乌拉圭蒙特维多的综合医院里，有位医生名叫塞拉贝瑞，他对墨西哥小镇上的水略有所闻。他把小镇上的水给患者喝，并针对每位患者饮用报告做了详细记录。病患的年龄从14到81岁不等，共对3673位体验者所做的调查结果，其中没来得及痊愈就过世的共有29人。对于艾滋、过敏、皮肤病、呼吸道，对于消化、神经关节炎、糖尿病等患者，有80%的患者病情都已好转。好转的患者使用的感触是，感觉身体状况每天都在恢复中，医生的诊断报告也显示症状恢复相当良好。而这些患者平均每人每天都喝2到3公升墨西哥小镇的水。这些水对病情的帮助的确很惊人，怎么说呢？我想只能用奇迹来形容。这个小镇的水有这么惊人的治愈效果，它为什么能改善帮助治好各种疾病呢？ T-Lakt 的水为什么会有治愈疾病的能力呢？我们对能治病的奇迹之水做了深入探讨，能减轻病痛的水被检验出和一般水的不同之处。T-Lakt 的水被送至九州大学做详细检测，分析的结果是其中含有大量的氢，氢的含量比一般水质高出很多，谜团终于被解开了。根据分析结果，活性氢的功能被肯定了。活性氢，一般状况下氢是由2个氢原子结合状态存在，被分解后会成为2个单独的氢原子。这单独的氢原子就称之为活性氢。白田教授分析的结果，普通的水中活性氢含量约在每公升 0.1ppm 以下， T-Lakt 的水中含氢量是普通水的10倍，约为每公升 1ppm。 那么到底氢对人体的影响有多少呢？我们充分了解到活性氢对各种疾病有很好的治疗及预防效果，那为什么活性氢会有治疗及预防的功能呢？经过研究结论，是因为活性氢会对产生病因的活性氢自由基相互作用，结合生成水，从而消除活性氧自由基对人体的毒性。那么活性氢对哪些疾病有最显著效果呢？下面的介绍会让我们对活性氢的能力更为惊讶。一、过敏。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会对外来的病毒释放出活性氧，攻击病毒以保护我们的身体，如花粉症病毒感染。
可是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，释放过多的活性氧也会伤害到正常的细胞，就引起过敏症状形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若是活性氧加活性氢生成水后，就可抑制过敏症状。活性氢的功能之二，对糖尿病的改善。健康的胰脏会产生胰岛素荷尔蒙，其细胞吸附血液中的糖分，引起糖尿病发生的原因，一是胰岛素失去了正常机能，二是吸收糖分的受体发生异常。因此，分泌胰岛素的胰脏细胞很容易受到活性氧的伤害。当活性氢中和活性氧后，使胰岛素的受体能发挥正常机能，糖尿病的症状就会获得明显改善。活性氢的效能三，高血压的改善。活性氧和体内的不饱和脂肪酸结合，就会造成高浓度的过酸化脂质，沉淀在血管壁上，使动脉硬化，造成血液循环不佳或高血压。当活性氢与活性氧结合变成无害的水，就能防止不饱和脂肪酸生成过酸化脂质。活性氢的功效四，病毒感染。当人体被病毒侵入时，免疫细胞就会自动释放活性氧来击退病毒。当大量的病毒入侵时，免疫系统会不断地释放活性氧，造成细胞自己灭亡，反而让病毒更有机可乘，大举入侵，引起感染。只要体内有了活性氢，就能排出多余的活性氧，免疫细胞就不会自己灭亡，也就可以正常工作，击退病毒，感染就会痊愈。活性氢的效能五，对癌症的改善功效。由于正常的细胞不断的分裂，造成细胞链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最后消失不见，形成组织瘤及肿瘤。而且癌细胞会不断增生，无限繁殖。白希教授研究，活性氢能抑制肿瘤，进而使癌细胞消灭。墨西哥小镇的水因含有大量的活性氢，所以能治愈各种疾病。